自从我记事儿了之后，因为你也知道有保稳地啊，然后就是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也基本上就是也比较干净一点啊，然后回家了的话，就是尿斗子。对，就是越来越有点严重了。小的时候可能还能接受，现在就是可能变得稍微有点严重了一点，但是没什么是病。我感觉他说有点假的。你夏天时候的那个厕所味道，你敢上那啥包你弟弟去，那里头老多蚊子了。你可不，你到底在不在农村待过呀？我咋就不招蚊子呢？那直接也招苍蝇。反正我跟你说，反正你给二男灭灯了，你就是苍蝇蚊都不招，他也得想出别的来啊。其实他不灭我，我也得灭他。他就他这尿素也没多大劲儿，又瘦又小。来看第二个短片，回来之后接着聊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柔柔的洒在你的脸上，我就想这样看着你，陪你地久天长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会时时刻刻为你准备一些浪漫，比如情人节、五一、一周年啥的，只要是个节日，我都会给你大大的惊喜，就连分手我也会给你一个浪漫的仪式。彩礼方面呢，我能给到3到5万，因为我觉得婚姻应该是靠爱情来维系，而不是靠金钱。婚后我想自己做点小买卖啥的，你愿意和我打拼吗？你说特别浪漫是不是？把每个节过得都特别浪漫，清明节怎么能过浪漫呢？你太狠了，你都不容我说话。我刚想说基本上都过，除了清明节，你抢我前头去了。就不过清明节是不是？那7月15咋过呀？就他俩是一个路子。